起床了，现在也不知道是几点钟了。看一下车外面，哇塞，看太阳好大！这个胖子的帐篷啊，昨晚上一直响，一直响，感觉吵得我有点睡不着了，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的。然后那边来了些游客，好像是，白天外面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起床。哎，喵，喵，好，起来给喵准备饭，看一下我们今天吃什么东西。呵呵，肯定饿了哈。好，你快开。你这叫啥？哎呀，肯定饿了。哇塞，今天没特别冷哎。哦，车里面11.5度，被太阳一直晒着的。好，先给你要准备饭。我把碗给拿出来，他就激动了。烧点开水。你要知道我在该准备饭了，非常激动。等会我把那个水加进去，那个羊奶的味道一出来，哇，就兴奋得不得了。不急，马上哈。羊奶粉冲开，哇！看呀，看不到这个味道了，别急别急别急，还兑点冷水。好，别急别急，坐，别急，激动得很。嗯，年龄要越长越大了，这么大小狗了它。今天早上可以不开餐了吗？哈，开不开餐了？不开。不开哈，可以。估计再晒会儿，温度就要起来了。兑点温水，给林红喝。来，喝点水，起床了。我们要吃的好香啊！其实林红吃饭习惯还是挺好的，没有非常快。我看有些狗那个吃狗粮的时候，哇哇哇，几下子就吃完了。但狗的话，其实基本上它嚼的比较少，它基本都是吞的。来打断一下，嗯，就这点了。坐，趴下，你要趴下，嘿嘿，乖。吃，吃饭的时候乖得很，吃干净了。过来尿尿，过来，过来，去，去，嗯，乖，嘿嘿嘿，嗯，你要真棒，尿，快叫他起床，叫他起床，现在来准备这个午饭了，然后我先把米饭给蒸上吧，今天中午蒸个这个糙米饭。这个之前家庭版的还没有拆封来着，三色糙米，好蒸上，等会儿，在外面去炒菜。那这个三色糙米，我还加了点白米和藜麦，哇，这个就是5种，哈哈，来洗一下。OK， 柴火饭，好，估计要大半个小时就好了，然后看见中午吃什么菜吧。随便炒一点青菜，然后，主要买到肉，研究一下。先下车去看一下。哇塞，还是有点冷啊！打开门，一股冷风袭来。哇塞！
胖子起来了吗？起来了，起来了。这里是九层妖塔等几部电视的拍摄地，还可以。等一下我们就在外面吃饭吧，外面没有起风呢，然后太阳晒得也挺舒服的。这边饭已经真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炒菜，炒菜，炒菜就在车外面做好些，免得那个油烟啊什么的。胖子来个后头再去炒。可以。今天我们在外面做饭，然后弄一个牛肉丝炒芹菜，弄一个番茄炒蛋，然后就烧个汤，简单点吃点就可以了。再加点青椒进去，有一个那个味嘛。对。哇，这个天洗菜特别的冷啊。这个水都是冰的。这边温度确实很低。天然冰镇。就觉得白天有太阳晒的都没有那么温暖了啊。没有。我先把这个菜给准备好。全部准备好了，然后直接炒出来就行了。你这蛋好小啊。全部给打了。也可以啊，反正就两个菜嘛，多吃点蛋也可以的。这边最好就是双黄蛋，双黄的可以。最好就先把菜准备好了，不然你炒出来一个就冷了。嗯，哈哈，在这个环境下做饭感觉不一样哦。还是可以，其实我挺喜欢在外面做饭的。好像就是海拔往高处了一点，这个天都蓝了一些啊。其实我觉得它那个勺子挺好用的，大厨都用香。作为那个胖子这个大厨，我就暂时下岗，我不要做厨房。这锅我用的有点不习惯。它这个不是我们那个，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用那个不粘锅那种。对，我们是青蛙。这个番茄炒蛋今天做的真的是有点失败啊。没事，我的锅的原因。等一下，锅的原因。哎，那要甜椒下来了。哎，哎，哎，我觉得它下来了。它下来了。哎。不要说。哦，它下来了，乖乖，快去追它。哦，利奥刚刚成功下来了，可以可以，我估计就有下一次了啊。还要下来吗？敢吗？来吗？利奥下来。哇，你看这个糙米饭，真的还可以。哦，颗粒分明的，看上去。我第一次吃这种颜色的。黑色的。我们之前吃的是那种有点米色的嘛。我那个就只是糙米，这个是三色的，还有黑米。利奥闻到饭香味了。哎，你不能吃哦，是不是想吃？哈哈哈！我吃完再给他弄午饭。他肯定闻着这个肉特别香啊。厉害哦！上来，直接趴桌子了。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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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。有一次性筷子是吧？筷子在他车里面。他车里。噔噔噔，一个拍一下，亮下去，下去，乖乖的，想吃就没法了，还挺吃，太香了。好了，饭吃好了，这个糙米是确实吃的这个饱腹感比较强啊，肚子饱饱的，可以，能把东西收拾一下，碗给洗了，然后我们待会儿就去里面逛一下。哎呀，亮。哎，我该准备吃饭了吧？